你看一眼，我看，快点的，你看。哎，老公，老婆，刷牙，这刷牙时是啥？呀，洗澡了？明知故问的，你在这儿啊？这我怎么明知故问啊？哦，你包我头，这。那话说还洗头了呢，干什么？亲，谁得罪你了？你我怎么得罪你了？自己不知道。我知道啥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吹完头了。你一天天的你就知道玩电话是不是啊？啊，早上玩，中午玩，晚上玩，只要有功夫你就玩，除了玩就是躺着睡觉。你干嘛？行，没事呢。往里，你听不见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不会上里面吗？三个数。3、2、1，快点！你干啥啊？抽你是不是？不，你现在家暴了，你现在。哎呀，我去了，现在。一个未读短信。哟吼！谁给你发短信了？你管呢？我看看，你是不是跟人瞎聊了？咦呀！背着我瞎聊了，真好！啥东西啊？给你看一眼。我看，快点的，你看。边儿去！上你边儿去！给我嘚瑟！上你边儿去！小样儿的！老公，盖着盖着，冷不冷？哎，老公，你不是，你都发钱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，不告我？哎，啊，老公，起不来了，我要上外面去。啊，行行，没问题，这不是太简单的一件事儿了吗？老公，干什么？我发现你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了。咋不一样啊？今天好像有点格外的，看着让人舒坦。你看钱舒坦吧。没有，我看着你咋这么开心呢？看看，哎呀！哎呀，不是刚才就要拿要抽我啊？我不是要抽你，我是要拿那个电话线抽我自己，结果不小心抡到你的身上了。听说好听，真的。你真是没憋好屁呀！给我看一眼呀，刚刚不看了吗？没看清楚，再仔细看一下。真是，哎，看没看完？看没看完？馋死你！哼，就叫你看不看得到，摸不着。哼，虚态。看完没？我看完了，而且我也转完了。